这个好像有辐射的声音啊，听到没有？我操！就两发子弹吗？完了，我用完了，子弹用完了。上面这个我刚从上面下来，我凉凉了，我感觉。这前面有怪物呀！能不能用刀啊？上面是医疗，这边是这个时间。时间凌晨一点，为什么天那么亮啊？手电筒，有一些画质很好，画质非常好，这个非常真实啊！刚才好像有一条狗过去了，一条狗。哎，可以用刀，刀拿不出来啊，没有刀啊，刀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子弹，我操！哇，很真实，看到没有？这子弹多真实啊！好，有子弹了，子弹不能浪费啊，子弹有点少，不多。我这好多蜘蛛，好大啊！打火机，哇，还可以用打火机来烧蜘蛛网，打火机可以烧蜘蛛网，牛逼了。什么声音？谁？谁？这个跟《流浪地球》差不多啊。对，外面就是特别冷，跟《流浪地球》啊。大家好，现在直播的游戏为《流浪地球》，我在地底，我要拯救这个地球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蜘蛛吧！我操，我手上有蜘蛛，好大啊！啊操！你他妈吓我一跳！我吃！哇，这嘴，去死！好像还有吧。这把斧头啊，可以拿吗？斧头，新的笔记，哎，有两根针，这针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游戏它这个物品不发光的啊，你也不知道什么能捡，什么不能捡，这比较真实啊。我操，完了，我没子弹了。只有13发了，浪费了很多，因为瞄的不准，用手柄瞄的。看这柜子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捡，一个收音机，这是收音机吗？袋子。游戏《流浪地球》，《流浪地球》。这个咱们就不用管了，走吧。哎呦去！这什么？还有重机枪啊！
呦！什么声音啊？来了，好像一群。哇，这么多！开门，开门，赶紧溜！哎呀，这大嘴塞你脸！哇，这眼睛死鱼眼啊，这么大！这里面也有，这都是些变异的怪物，变异的怪物，老鼠，老鼠变异之后，哇，越来越多了！啊，有人来救我了！We'll get you out. What's your name? 阿姆乔尔，阿尔乔姆。Come on, Artyom, stay with us. 蟑螂鼠。